奖的奖项是最佳教育奖，得奖的是赵明仓、萧梦丽，请进场。特殊贡献奖，赵子燕，请进场。负责有担当，将宣慧照顾得很好，没有放出去祸乱人间。欢迎颁奖人尤桂华、陈淑芬，以及全世界最贵重的礼物尤宣慧，请进场。恭喜得奖，干杯！终于可以看到我心爱的小慧。找到，不要哭，没事啊，不要哭啊。找到老公这么久之后，终于愿意点头了。嗯，真的，终于结婚。宠物就爱心啊，安就爱尖，主拿爱心啊，主聊在爱，我的爱尖，来互相伤害啊，来啊。然后来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一刻，因为我们家三十几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，所以呢真的很高兴，然后就是有这么多的亲友团来见证这样的一个时候，那就借用大家的双手，让我们欢迎这对新人来到爸爸妈妈的前面。以前一个人生活什么事都好办，那将来呢组成家庭以后呢，那凡事呢一定要互相呢要多沟通，我相信呢啊这个你们一定可以办得到，祝福你们。子燕，你是让我信得过的一个孩子，我很放心把小伟交给你，希望你生在他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我会让他幸福一辈子。你也知道我是个人自己活得很好，对对对，啊也是一直来都长得很漂亮，啊就是自己长得好，对，是谢谢你们给我独立成长的机会。康爷。恭喜哦，子燕，恭喜哦，新婚快乐！刘宣慧，祝你早生贵子，恭喜哦！会下十二个足球队，就我觉得非常感动，然后深深的祝福你，恭喜你，然后希望未来我们一起见证更多的美好。明年了，我一定要成功。OK， 我们讲，